Hello，大家好，我是阿面。明天呢就要出发烟台了，这个小内心里面还是有点小雀跃的。这一次去烟台最主要的目的是散心，第二个目的呢就是顺华那有一个小网管，我得去说教说教他。顺华的小网管，你给我等着，你看我阿面是怎么去安排的。上一次去烟台发生了一件令我很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我在小顺华网管里面抽了一颗烟，然后顺华网管用很狂妄的语气说要出，给我出去抽。当时我的火气就上来了，我是强压住自己的火气，一直到了现在我这个火气还无法释放。这是一件令阿面你们面地非常非常生气的一件事，所以说明天出发烟台第一件事就是安排顺华小网管，第二件事呢就是去烟台的海边去捡海肠子。因为我开直播的时候好几个大哥让我去捡海肠子，天天经常性的说海肠子，所以说这次面地去烟台捡捡海肠子啥的，挖挖海蛎子啥的，看看能不能发一笔横财。另外顺便再看看那边的海到底蓝不蓝，再顺便去吃吃海边的特产。听我阿坤说海他那边特别特别的便宜，100块钱能让我吃到吐的那种。所以说这次你们面地去了烟台不会像上一次一样去的第二天就直接被关起来隔离了，这一次你们面地必将在烟台所有地方玩个遍。阿坤来了，嗯，过来过来，就是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那个明天跟我去顺华网管走一趟顺华，我帮你领过去行，别的事你出什么事我可不管哈。那你帮我拿着手机帮我拍一下证据总行了吧？那没问题。明天我先言语挑逗顺华网管，然后你拿手机给我录着，我就站在那里让他删，我就看见他有多狂。不是你去删他吗？你怎么让别人删你去？我不动，这年头动手的代价太大了，我就言语挑衅他，让他删我。看他能不能给我扇个7898掌的，我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他不是嘴硬吗？外卖放门口吧，哥。好，谢谢。气这个气睡不下去，消不消？明天你就，阿坤，你就等着拿手机录着吧。你就看你面哥的操作。好了，兄弟们，明天出发。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拜拜，再见。